你大早上我们家来干嘛呀？万一让我师兄看见了，误会多不好。我听皮大哥说，我就说我要播了，所以想找你庆祝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有注意到时间。啊，节目要播了，谢谢。 节目终于播出了，希望首播效果好，这样我们吃的苦也没有人吃。但我听说节目部有意要炒我跟潘佳宁的 CP， 我怕你误会，所以。不会，我理解的，怎么会误会呢？这种事情不用跟我解释。啊，对了，我对小薇说，皮大哥在帮你谈一个家访的代言，如果节目播出效果好，就会签约的。对。 那个广告我听说是总是一家子或一对去拍，如果你真的签约的话，能不能和 Peter 或者客户说一说，也带我一起啊？你放心，我会帮你争取的。等我好消息。谢谢。那这间呢，是苏星的礼物房，这些礼物都是苏星的粉丝们送的。 苏星哥哥，你好。不知道你能否看见我的礼物？这花是我亲手给你做的，却不知道明年我是否还能为你亲手做一束这样的花。也许今年是我人生中最后的一年，真希望今年的生日能和你一起唱生日歌，吹蜡烛。不过，这只是我的奢望而已。 这个月18号是我的生日，我会在心中默默祷告，苏星哥哥能看见我的礼物。祝你每天开心，永远支持你的小雨。 这个是我今天整理礼物房的时候看到的。你的粉丝生了重病，好像撑不了多久了。这个月18号是他的生日，他想跟你一起过。我看这两天好像挺清闲的，要不要过去陪他？你哪只眼睛看我很清闲了？嗯，我再跟你重申一遍，要时刻认清自己的工作内容。 你的工作是打扫礼物房，而不是查看我的礼物。做饭去。又吃？你不是才刚吃过吗？我饿了，行不行啊？那我们一直当成像你这样的，我妹都知道克制，晚上什么都不敢吃，只敢喝白开水。你倒好，一天吃几餐啊？下部戏增重总可以了吧？我总不会每件事情都向你汇报，对不对？孙小爱同学。 我希望你能认清楚自己的工作，好吗？我是为了下部戏增，你干嘛去啊？买菜啊！你吃那么多不用买菜。往那边去。
孙醒安要是有你这么听话就好了。停，那边请。孙小爱，给我停！这是个什么？孙小爱，他都比你听话。我跳个舞。孙小爱，孙小爱，你过来看看。赶紧走。听说新哥参加那个真人秀停播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说真的假的呀？没看到我一大早就被抓过来，已经处理这个事儿。你家老板放假，你也太放松了吧？现在公司里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呢。可怜的启运，本来还想靠真人秀搞一波热度，谁知道白费劲了。你是没去现场。真挺苦的，新哥白遭罪了。新哥派头多大呀，穿件衣服在机场转一圈都能霸屏。还是我最惨了，跟到齐越这个扫把星，好不容易上个真人秀还遇到这种事。哎，我本以为啊，皮特哥那么看重齐越，跟着他我很快就会吃香喝辣，谁知道却是这个结果。行了行了，你也不要抱怨了。我就跟你说，只要皮特哥多待见齐越一天，一点事情都没有的。那有什么用啊？不受客户待见，照这样下去，我迟早给喝西北风。喂，皮特哥。马上来。王总，咱之前谈好的合同怎么临时就变了呢？皮特，哎，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，你也知道我是个藏不住话的人，我可就有什么说什么了。嗯，我们要的是苏欣。你说你不想跟我合作，你就直接说呀，我 OK。可你非要推一个什么新人，还说是上过大热的综艺，能爆红。可我收到消息，说这节目已经被封杀了。王总，王哥，这几天不见您这脾气见长，你看啊，我到这儿一句话都没说，你这火层就上来了。小姐，你喝杯茶吧。哥呀，你也知道，现在的苏苏名气大了，我的话呢，有时候他也不见得听。就为这个，我可没少受那加班气啊。我给你推荐齐越，那也是为你们这边着想。好了，你就不要说这么婉转了 ，Peter。总之一句话，要么苏星，要么一切免谈。齐越，你快走两步，我还约了别人。刚才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
哎呀，你不要无精打采的，齐越，王总那种反应很正常，广告商也好，资方也好，那都很现实。明天我约了几个投资人，你准备准备。准备着继续被奚落吗？你这叫什么丧气话呀？皮特哥，这是真心话，心里话。那些客户们，他们就只是把我当成苏欣的替代品，成天推来推去。齐越，这都是成名必经的过程。皮特哥，这几天其实我想了很多。我想了那些客户们常说的话，我觉得没有错。可能是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吧。其实我根本就不适合这个行业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所以，我退出吧。齐越，你最好想好了再说。我想得很清楚了。这段时间，谢谢皮特哥您的栽培，我退出了。齐越，齐越，大哥，杜一斌跟你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不会为了活着而背叛信仰。魏部长，今天来找你。其实是我错了，我已不是当年的魏国，该走的人是我。该走的是我，是我。喂，明哲，怎么突然间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我是大明星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还能干什么？看剧本呢呗。最近在减重。哦，对了，过两天我还要找老师教我吹笛子。我可不想当摆设，太假了。对，西江冷月的剧本你看了吗？我的角色写得特别的好。您可真有闲情逸致的。我不是跟你聊剧本的。你还记得之前 Peter 跟王总出去了几趟吗？我终于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Peter 想推你们公司的一个新人叫齐越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要不是因为真人秀节目停了，合同早就签了。Peter 可真够有心的，知道咱俩关系铁，就故意绕过我，直接找王总。嗯，然后呢？哪还有然后啊？我估计之前老王动心，是因为他以为齐越有爆红的潜质。现在节目一停，他立马清醒了。唉，我刚从老王的办公室里挨了一顿骂出来。你说你是不是得罪皮特了？他想给你替调用新人。明哲，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现在别说皮特了，整个 Style 公司都得靠我养着。皮特是个精明的人，孰轻孰重，我想他心里自有分寸。兄弟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这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你的忠告，你别不放在心上啊。拜拜。说有信息找我吗？齐越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啊？啊，对呀，您怎么知道啊？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。这两天齐越的情绪波动比较大，非要说自己不适合做演员，想要退出演艺圈。我要你去提醒他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应该怎么做。哥，你让我去提醒他，他那个人主意很正的，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听我的。不确定？你对他很重要，恰巧呢他对我也很重要，所以我要求你现在确定。别让我为这种事情太操心，不然我哪有精力帮你去物色新角色呢。好的，那我这就过去，放心吧。
喂，姐啊，我今天临时有事儿，没办法陪你买菜了，我安排叶朗陪你。嗯，拜拜。Peter， 知不知道我的节目为什么被砍啊？台里领导说了，苏欣的镜头太少，与宣传不符，补录的乱七八糟，与主题不符。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啊，那是因为苏欣她不配合。我们的合同里可是签的明明确确的啊。你给我打住。第一天苏欣一早就到了，没有迟到。你们因为某位女嘉宾不到位没有录影，对吧？第二天你们的摄影师跟丢了苏欣，没有拍到镜头，对吧？晚上你们设计的不顾严谨安全，导致苏欣腰部受伤，对吧？你知不知道我费尽多少口舌才让公司不起诉你们呢？啊，你还不知足了，跑到公司跟我对峙，你对峙什么呀？莫名其妙。哎，苏欣不参加补录，你提供给我一个贡献不了任何收视率和点击率的齐越给我。现在好了，我的节目被停，要求整改。这损失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担吧？不然呢？哎，这样，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只是要求整改吗？也就是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，对吧？这样，我答应你，等你这边筹备好了，苏欣的档期我帮你调，第二期尽量拍得漂亮一点。哼，还第二期？谁不知道整改意味着什么？广告商撤资，台里下了禁令，哪来的第二期？ Peter， 别怪弟弟没提醒你啊。这事儿你要是不帮我解决了，我就把那些素材全都放到网上去了。老贾，咱们认识时间不短了，但是你一点都不了解我。我这个人最讨厌也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的威胁。这期节目已然这样了，你让我怎么帮你补救？与其抓着过去一直矫情，不如好好想想今后该怎么办。你手里有苏欣，你还害怕没有第二期？我都答应帮你协调他的档期了，如果你还不满足，那你连苏欣都没有了，你就守着一堆没用的素材吧。你不是要放网上吗？你放去啊，你看看到时候骂你的人多还是骂他的多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做策划案吧，我等你消息。你赶紧回去吧。神经病。七月，接到你电话就马上过来了，怎么了？这是喝这么多，心情不好啊？你看我是谁啊？你说什么？他们把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，把我当空气一样忽视，再把我当废物一样侮辱。我就不懂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苏欣？为什么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得起我？你不要钻牛角尖好不好？
每一个明星呢，成名之前多多少少都会遭受一些苦难。成名之前当备胎，这太正常了。备胎？我连备胎都不是，我就是一块补丁，哪里破了就往哪里塞。自怨自艾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是想当补丁还是想当明星？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师兄比，那你在这儿喝什么酒啊？你应该去请资方喝，请制片人喝。你以为我们试过吗？我都试过了，他们呢？他们连瞧都不瞧我一眼。在那个状态下，我就是什么呢？我就是一个 loser。像这个样子才真的像个 loser。助理，哎，你干嘛？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不用拍戏，我都可以养活你，所以你跟我一起走吧，你也不要待在这里了。秦月，你放手！哎，你疯了吧？亏得 Peter 哥还想把你当做我师兄的接班人培养，我看他真的是瞎了眼了。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到苏欣，我最痛恨的就是别人在我面前提到苏欣，把我跟他放在一起。苏欣的名字确实不应该跟你放在一起，因为你不配。秦月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师兄的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他这一路走来吃了多少苦，遭受多少非议，是你和我想都想象不到的。你看他什么时候退缩过，他什么时候哭哭啼啼的跟个懦夫一样。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条路好走，你要是撑不下去就趁早放弃，别在这给我装疯卖醉，真的很丢人。想的怎么样了？按照计划呢，我就是我这个节目原本这几天就要开播了。嗯，航航呢，他也想好了怎么在网上去制造各种的话题和各种的舆论的跟进。这个节目他现在突然没有如期上线，我们被弄得特别被动。所以我想的是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赶紧给齐越去找一个更加有支撑点、不一样的卖点呢？你说说看。要不我们也给徐悦走走小鲜肉的路线吧。拜托，小鲜肉现在满大街都是，根本就值不得关注的。我想的其实是我们不要以艺人的身份去把齐悦往外推，这样实在太高端了。齐悦不是喜欢健身吗？能不能以他喜欢健身这么一个爱好作为一个支撑点，就是说最帅健身教练。哎，这个点子不错，改天呢，我让齐悦去教苏星健身，你们找人拍一拍，把他们两个互动的照片放到网上。你去买一些水军，把齐悦的话题往上顶一顶，你随时监控齐悦的市场反应。好。可是我刚跟齐悦打电话了，他说他不干了。皮特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怎么听点风吹草动的，心就乱了呢？齐悦现在什么身份？斯戴尔的准一哥呀。他说不干了，你也信啊？他跟我说是您跟他说的，我就信了。你信了？你什么事你都信啊？皮特哥，行行行行行，我跟你说啊，齐悦这两天呢有别的事情要忙，你们这边呢，把工作该安排好就安排好，不要什么都等现成的 ，OK？ OK。去忙吧，那我们出去了，皮特哥。去。收到，收到，干得漂亮。没耽误你时间吧？你看我像是天天待在研究室里的人吗？那我没耽误你打游戏吧？你加一行有时候为了什么团战，都会把我一个人丢出来买东西。
我说你就别损我了，好吧？哎，我去游戏机厅让你发现，我打网游也让你发现。你说我这么多年辛苦经营的老中医形象，在你这儿基本上是荡然无存。嗯。你今天要买点什么？啊，我雇主的小孩要办生日会，我想出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。如果你要是觉得无聊，你随时可以走的，没关系的。不会啊，我正好也要买点东西。好。是我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做新娘梦呢？我的新娘梦早就碎了。我和我的未婚夫是青梅竹马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决定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他。原本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，买房子、订婚纱、筹备婚礼。可是谁知道呢？在婚礼的前夕，我居然发现了我的未婚夫跟我的伴娘有了孩子。你说我是不是全世界最傻的新娘？所以你才决定背井离乡来到这里。本来以为只要离开小镇，就可以忘掉那边的一切，但是我错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里，站在人群中，我反而觉得自己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，让我更想念自己的家乡，想念那边的水。那里的家，还有那个我每天给他送米粉的老爷爷，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你说我是不是老了？四小安，开门。四小。来了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！我才知道阿姨受伤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我告诉你，你是能替我妈治病啊，还是能帮我妈受伤啊？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我情愿我去替阿姨受伤。我发现你变了。我变了？这么恶心的话你都能说得出口，我这当儿子说不出来，你说起来的话真的是张口就来呀。松松，现在阿姨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去找一个国内有名的理疗师啊？嗯，不用。第一，她伤得没那么重；第二，我给她找的理疗师她都嫌贵，都给开了。好。哎，总之呢，任何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打电话。松松，那天我说话语气重了，你别介意啊。敏娜和小布丁的事情，如果一年以后你想公开，我完全支持你。毕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一路走来都是我陪在你身边，你的心思我很了解。但是你想想啊，可是这么多年我们付出多少才有了今天的成果，你不是不知道。那天呢，我也是关心则乱，口不择言了。你为了让我开工，真是什么都能忍啊！佩服，佩服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，苏苏？我是打心眼里关心你，我才这么说话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愿意开工的话，我更高兴。
哎，你想想啊，自打你从剧组回来到现在，给你安排的所有工作你没有一个去的，你知道我承受多大压力吗？不就是老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吗？他拿你没办法呀。哎呦，苏苏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不是，他是拿你没办法，他有一万种对付我的办法呀。哎，苏苏，你看，你一天不露面，耽误多少事儿？不耽误。你不是新人挺多的吗？随便去一个不就完了？再说了，我工作很简单，无非就是在摄像机前摆摆 pose 而已，没事。哎呦，不，苏苏，你不能这么说。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。不管我手里有几个新人，我手上最好的资源永远是给你留的。我考虑一下吧。你看今天的通告啊，好好好，你先考虑考虑啊。那什么时候考虑清楚了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先走了啊。那我就不跟阿姨打招呼了啊，你跟她说一声啊。确实不应该跟你放在一起，因为你不配。我师兄的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他这一路走来吃了多少苦，遭受多少非议，是你和我想都想象不到的。你看他什么时候退缩过，他什么时候哭哭啼啼的跟个懦夫一样。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条路好走，你要是撑不下去就趁早放弃，别在这儿给我装疯卖醉，真的很丢人。菜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回来了。买个菜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嗯，我除了买菜，我还顺便去超市，顺便去商场买了些小布丁生日要用的东西。你说你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你就没找个人送你啊？我跟一个朋友。
先生，我们还没有营业。我来应聘的。什么职位？什么都行。调酒会吗？不会不会。别琢磨了，他不是你能想的主意。你要是泡妞，晚上七点以后再来。你要是诚心来应聘的，来给我露一手。老板，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常在河边走，还有不湿鞋的吗？你再给我几次机会吧，啊！你让我当服务员、擦马桶都可以。你小子有点意思。这丫头感情路可一直都不顺，简直跟我一模一样。你要是踏踏实实来工作，我欢迎；你要是一肚子坏水，你可别怪我收拾你。拿着，谢谢老板。你这是在刮土豆啊，还是在自残？哦。哎呀，家里就算再有钱，也不能这么霍。对不起。你今天很反常，是不是在想谁？是不是今天送你来这个人？无聊。哎，被我说准了吗？哎，长得靠不靠，帅不帅？看过电视剧没有？啊，什么职业？你是不是还想要跟蜘蛛亲密接触啊？我头疼，女人。李轩，你好，我叫孙一航，新来的调酒师。给我来杯酒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李轩想喝我调的酒了。李轩，我刚下飞机就赶过来了，这几天在外地呀，想死了。我想好了，咱们的合同这几天马上就签，就凭你这条件。肯定能火，绝对没问题。怎么了？脸那么臭？陈哥，那什么玩意儿？哦，他是雨轩的爸爸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太谢谢你了，陈哥，吓死我了。陈哥，你能把这个小公仔借我用吗？干嘛呀？我呀。想去讨好一下我未来的岳父，那你去吧，给你。谢谢陈哥，你简直就是我再生的父母。伯父你好，你谁呀？都喊什么？伯父您好，我是雨轩的男朋友，这次见面有点仓促，没有提前准备，这是给您的见面礼。这小子说的是真的。轩，你爸爸怎么走了？一句话没说，他就走了。他不喜欢我。那可是我的金主啊！雨轩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陈哥他说这件事呢，就到此为止。但是我警告你，以后离我远一点。星星看来更闪亮，插进最深的土壤，
会开出不败的花，来不及就遗忘。捉我的光，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，在这座城市围墙，在这规则的广场，陪着我两个人乘风破浪。星空下的你啊，有最暖的心脏，就算我的梦做的跌宕，又能怎么样？星空下的我啊，卸下盔甲给你肩膀，再耀眼的星星也渴望被珍藏。捉我的光，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，在这座城市围墙，在这规则的广场，陪着我两个人。